他好像在吃东西哎，对，嘴巴一直在。哎，真的哎，他哪啊？那边也有放东西？不可能啊，到处放，哪那么多餐桌啊？好清楚哦。对，在吃东西。是餐桌的位置吗？不是刚那个位置。哎，走进去了，他放下来了。你看他白色的。这上面，是不是在拔奶啊？我对的也是那一个没有错，但是他两头要他头要探出来啊，可是他居然可以拍得到动静。你看这个整形，对，有这个红色的整形。对，我其实没有对错动，但是你没对错动，问题是它很难转。对，不是它在移动，可是这个就可以拍得到。它移动，放得很大。哦，它放得很大，它的焦，它的焦焦距应该是你那个的。我想说明明同一个动，为什么我看画面不一样？这边这里面有在动，我这个没有哎。这个人回去看，我发现有种就是感觉好像是平行的在拍。对，因为我觉得你那个高的感觉，视野比较窄，以后就会觉得好像人家说，奇怪，好像在他面前看。对啊，你看他这个还露脸的嘞。我跟你讲，他这个好像甚至有这样子的感觉。其实我上去拍啊，是放这个影片就对。哦，我在哪里的？在这儿。哦，真的耶。真的耶。真的耶。难怪他那拍胖的是个照片。我在看。我们是看不到。这个我看到这个。哎，我有看到，我在这里才看得到。这边呢？再来看，我有看到。欣赏的。你看那小是最好的，最好的。对啊。这样会就在你后面这里。这边山头上有的比较会的，那个风的啊，就是你的照片。这里很清楚，那边看不到。你那边看吗？我这边看呐，这里才看得到。你看这个吗？没有了，那里我能看得到，这里看得到。看这个好不好？它山壁上会有个红点，那是它的位置。哦，大概在那里哦，我没有对得很准，但大概有。哦，那借我看一下。谢谢，原来在那里哦。我现在知道它的方位了。看那个红点，太小看不清楚。看哦，嘿嘿，对，看那个红点，啊，那红点。看到你这个是，看到了。有啊。从这里面看才看得到，等他看完了。他在喂东西吗？不是，他吃。他在吃那个吃小米。他在拔毛。拔毛。对，你看他吃东西。拔谁的毛？拔他的鳄鱼啊。他一尿。我在吃饱再炒。他走开的时候，你再看，就是这个人刚刚走。就是它的位置哦，是那边的，那个它的位置，然后你看下面它在做什么？这里你要录吗？你看那边，真的，它在那里，然后那个点红点就是它在那里的位置，但是我们看不到。你我等它有一个白白的一直在动，那你看得到吗？那里好像有个白白的一直动，那眼睛那么好哦，因为他说他只要把位置定出来了。对啊，那块很对，但是我具体我看不到。幼鸟吧，你看那边不是有个白白？他们在吃东西啦，所以他这边照得很清。对呀，他们有个白白，他的头啊。哦，有，我有看到他动，就是有点白白。哎，对，我的眼睛好厉害。下来给阿包看好，折起来。你可以录底下这个啦，录不到，但底下这个可以录。
骑在那边。哎、欸，对对对，正好在动。啊，好可爱哦。有可能老鼠，有可能小鸟，睡觉。啊，吃那么多，一直吃一直出费了。